全体村民注意了，今天下午召开村民会议，有重要的事情讨论，各家各户要准时参加。全体村民注意了，今天下午召开村民会议，有重要的事情讨论，各家各户要准时参加。 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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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。哎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哈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这个县里头给我们村的救济粮终于下来了。今天呢，把大家叫到这儿来，首先讨论这个分配问题。叔叔，这个粮咋分啊？ 对呀，按照以往的老规矩是，除了去世的和这个娘胎里还没有出来的，都是按人头分。今天这个分配啊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，都可以说话。哎，这个不公平喽！那个生天的和下地的，那个还好说。 那个还有半口气儿的，你还能当个整个人分吗？刘三毛，你几个意思啊你？啊，真的指桑骂槐的？方叔父，都说你糊涂那个男人嘛，谈不上两年了，要不你下地干活，凭啥子你要占两个人头啊？叫我说，10岁以上，10岁以下，全部你一半，大人。 全额，对，他说的，这也是个办法，其他的还可以继续讨论。那这个算哪样意见嘛？老人和小娃不算人啊，简直就是胡扯。那你们说怎么分？大人要干活，那个老兵还和小孩他哪个干活嘛？刘三毛，你干活了吗？啊？ 你那个地里面的草啊，比那个苞谷还高，你就是一个包谷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是苞谷种子不好哎。算了吧，吃草去吧。哎呀呀呀，吵吵吵吵吵，分救济粮就吵。我当时说一二十年了，就吵了一二十年，从小孩吵到大人，从大人吵到死鬼。你们吃那个救济粮？ 就这么心安，就这么理得啊！这个粮食从哪里来的？还不是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。我们都是种地的人，吃了救济粮，赶紧过不？有啥子不光宗，我们该吃是不是啊？那也没有办法。好了好了，别嚷嚷了，按老规矩，人头分。明天大家拿着粮袋。 到罗会计那里粮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镇安县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，我们凤竹村是全县出了名的贫困村。按这样下去，靠吃救济粮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那也没办法，没办法呀。地无三尺贫，天无三日晴。 人无三分银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就算我们再辛苦，也种不出粮食来呀。那个是祖先的诅咒，都是要我们一辈子吃不饱饭，一辈子受苦。放屁！照你这么说，活该你一辈子打光棍。就是啊，你是说，你是领导，好像你有啥子办法一样。我当然有啊。 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机会，真的？咋个改变呢？跟我说说，打工。走出去到广州打工去。县里面领导啊，准备组织300名女娃娃到广州打工。哎，有个先决条件啊，是没有结过婚的。 要去的话。
今天晚上就在楼快进来报名，啊，现在也可以报名。哎，不去不去，哪里？凤英，你们？远了不敢去。哎，宁娃儿，你们？不去不去不去，太远了。四妹，我们不去，我们家不敢去，那么远，我跟你们讲啊。 全国都在搞改革开放，我们省也在搞改革开放，我们凤冲村也不能落后，也要改革开放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们去不去？哎，不去！我跟你们讲啊，都是这个救济粮把你们害的。光明下去是吗？那也没有办法呀。我家幺妹儿秋后还要嫁人呢哈，我们不去。 我去。你不能去。你不符合心里的条件，人家要的是姑娘。我以前也是姑娘。可你现在不是啊，你有家庭负担啊。我能安心工作。你能安心也不行。 你能把他们扔了？不去打工，我拿什么养我婆婆？拿什么养我儿子？你们心，你们家的负担，你们家的困难，村里都知道。这不救济粮，我们都按人头准备给你分配吗？哎呀，我保证，你们家呀。 不会饿肚子。你也说过，救济粮也是别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。我吃救济粮，我不安心。还有，除了吃饭，我们家清明清华，还得穿衣，还要读书呢。哎呀，你就是说破了天，我也不会批。 你不批我也要去。宁明心，我是这个村里的支部书记，又是你的族叔，我就是个权力不让你去。你是支书，你就得让我们家吃上饭；你是族叔，你就得让我们家活，不然你就什么都不是。 忍忍啊，孩子大了，日子也好过了。叔公，我们一辈一辈忍的还不够久吗？我不忍了，我的孩子要走出山沟沟，他们要读书，要上大学，要活出个人样。 你就让我出去，让我替他们闯一闯，我给他们闯出点亮光，咋就不行啊？不行，我还是觉得不行。 知道吃不饱，还要等；明知道会受穷，还要过这种日子，我不要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我要去。
你要去，这个家就散了。 败家都比三家好，家都败了，还有什么好？穷、可怕、没有希望、更可怕，谁都别想拦着我。 要走啊！你公公去世，我也是个女人，撑起了这个家。我不会比您差。清明跟清华，他们也是我的孙子。 是我儿子。
下面我们请赵县长给大家说两句。同志们，由贵州省委领导亲自批示，由正安县政府组织的“三百娘子军”外出广州打工的号角已经吹响。好。 正安县的劳务输出经济将是一条长期发展战略。我们的盐帮商队曾上赴川陕，下走滇桂，还有我们的胤禛先生。而今天走出去的是咱们三百娘子军，你们将改写正安的崭新历史。 同志们好，我叫严正刚，是这次县委县政府委派的带领三百娘子军南下广州的带队干部。咱们贵州有两个词语，一个叫黔驴技穷，一个叫夜郎自大。这两个词语就正好说明了咱们贵州人的特点：客观上闭塞落后，主观上又固步自封。咱们贵州向来是人多地少，山多田少。 又没什么工业资源，如果再不把大量的剩余劳动人口输送出去，可不就永远是人无三分银了吗？你们是勇敢的先行者，走出家乡，走出正安，走出贵州的大山，去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省务工。你们是正安县的突击队，是建功立业的战士。这次远征广州，我们不仅仅是要赚钱。 我们还要把我们贵州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带出去，把我们的红色传统带出去，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带回来，来改变我们的家乡。勇敢的三百娘子军们，现在我宣布，南下广州，出发！ 快点快点快点！冬至，冬至，这是去广州的船吧？我去广州打工的，我正安来的。快让我上去！快上！你这样上车有多危险，晓不晓得？ 危险，晓得不？我赶了三天，我不能让火车跑了。有没有纪律性？为什么不提前集合？要是在部队，你就会耽误冲锋，晚一分钟就会有战友牺牲，就会错过战机，就会失败，知不知道？我又不是当兵的，你是谁啊？我叫严正刚，我是带队的。 到广州打工的，那都归你管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。我的天哪，我终于找到领导了。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美欣。林美欣？你不是阳山镇的黄阿桃？你是哪个镇的？ 我不是黄阿桃，我是凤鸣镇的林美欣。凤鸣镇，你等会儿我看一下啊。凤鸣镇，这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不可能吧？ 肯定是你们漏掉了，肯定是你们漏掉了。怎么可能漏掉？我这个名单里面就三百人，你不是我们的人。我就是你们的人，一定是你们漏掉了，肯定是漏掉了，要不然就是搞错了。不可能搞错。
你不是我们一起来的人，不行，你不能上这火车里，你下去。来来来，你得下火车，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不能坐这个火车，你下站必须下去。来来，听我的，你先。你把我当301，把我当301还不行吗？不行，哎，你下去吧，你不能上这辆火车。你就把我当301，不多这一个。不行，我们有规定的，只能是300人啊！你下去。严领导，严同志，我赶了3天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刚才有个叫林美欣的姑娘跑上火车了，她说她是凤鸣镇。 他想跟我们一起去广州打工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开什么玩笑？这出点什么事麻烦大了。临走前，书记和县长再三嘱咐，我们要对这姑娘安全负责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你说那个叫林什么？林美欣，啊，她不是我们的人，不归我们管。赶紧的，下一站让她下车回去。 车厢里有开水。咋了？我没洗干净啊。干净了，干净了。那你看什么？你过来一下，跟我过来一下，哎，过来一下。 过来呀，坐，把鞋脱了。脱鞋干什么？我给你脚上上点药。 快把鞋脱了。你吼什么？ 我是三百零一，少废话，只要是正然出来的，都归我管。快坐下，把鞋脱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是男人？林美欣，你的脚都伤成这样了，你……好男人不摸女人的脚。林美欣，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我是领队。
就像是部队里的连长，连长给自己的战士智商有什么不对吗？啊，思想那么复杂。把脚伸给我，把脚伸给我。痛不痛？不痛。行啊，挺坚强的。如果你在部队，那也能算是一个好兵。打工你都不让我去，还当兵？林美贤，300里路，你走了3天，行啊。如果是在部队，你也能算一个越野能手吧。那你就把我当第301个，行不行？一码归一码。我给你上完了药，前面到站了你就下车。我不上药了。也是混进这300娘子军队伍里来的，我们不了解他的底细，万一出了啥事可咋办呢？哎，我们千万不能承认跟他有任何关系啊。我不下车。林美欣同志，你现在必须下车，这是组织的规定。什么组织啊？不让人活了，凭什么让我下车？就凭你不是我们的人，就凭你不符合条件。这车上的人，他们都符合条件吗？你怎么不让他们下车呢？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。我跟他们一样。他们能去广州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广州？林美欣，这是我跟另外一个带队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的，所以你不能跟我们去广州。你让另外一个带队同志过来，我跟他讲理。我就代表他了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。广州是你们家的，啊？广州是你们家的。你说的对。广州不是我们家的，谁都有权利去广州。但是，我们要明确一点，你跟车上的旅客是一样，可以去广州。但是你不能加入我们300人队伍。我不是300，我是301。301也不是300，你不能再跟着我们了。哎，快快快，快上车了啊！大家快上车了，快！哎，你怎么你？严队长，上来。你胆子够大啊，一个人不认识就敢去闯广州。为了我儿子，什么都敢做。你还有儿子？我晓得你们要的是没结过婚的姑娘。那你明明知道我们是这个规定，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姑娘呢？我只跟你一个人说，因为我觉得你是好人。哎，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啊！我不是好人，你不都说了吗？好男人不摸女人的脚。我说错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去了广州，你的工作怎么办？你给我安排啊。我安排不了，我们带来的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是有指标的。那我就顶黄阿桃的指标。黄阿桃？你说过
黄阿桃没来，阳山镇的黄阿桃。你的记性倒挺好啊。我婆婆也是这样说我的，她还说我心灵手巧。那好，心灵手巧的林美欣同志，我希望你管住你自己的嘴，以后别再跟别人讲了。你已经有儿子了，啊？我本来就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叫清明，小的叫清华。没人跟你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你到了工厂以后，你就别再跟别人说你有两个孩子了，明白吗？这么说，你同意帮我安排工作了？坐这儿吧，张菊花，来，周芳芳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个，这是你们的老乡，你们都是一个镇的。你们好，我叫林美欣。哎，我叫张锦花，我叫周芳芳。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们都来开个会了，来来来，来大家坐好了坐好了，来来来，同志们，我们开会了啊，我是带队干部严正刚。县的三百娘子军们，我是带队干部严正刚。大家要严肃一点，严肃一点。现在我来宣布几条纪律啊。第一，我们这趟车的行车时间很长，需要一天一夜才能到广州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车厢内的清洁卫生，不要随手乱扔垃圾和杂物，啊！第二点，大家一定要团结互助，有什么困难，直接来找我解决，啊！我有困难，我想家。我也想家。想家不算困难，要克服想家的情绪，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这样吧，我带着大家一起唱首歌，啊！振作一下，来！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预备起！是不会唱吗？那我们换一首《红色娘子军》，行了吧？来，向前进，向前进，预备起！集合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大家等一下，不要乱。哎，集合，听我说。安静，安静。大家安静下，安静下，安静。听严队长给大家讲注意事项。镇安的娘子军们，我们到广州了。你们是镇安来的娘子军吧？我们是招工的，来惠州的。哎，说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大家听我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自己每个人的去的地方。注意安全啊！一队上开一个车。
贵州。哎，大家等一下，不要着急，千万别坐错车了啊！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哎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啊，严队长，严队长，咱们的旗呢？大家注意安全啊！别上错车了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这旗怎么能扔呢？这是。你怎么还没上车啊？赶快，赶快！哎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！哎，等一下！哎哎哎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哎呀，人还没上呢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哎！这个司机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呢？真，你怎么刚才没跟着张锦花他们一起上车呢？我不能把旗丢了。你这记性可真好啊！严队长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走吧走吧，我送你去制衣厂。那我是300了。你是301。301就301。只要你帮我找工作就行，走吧。哎，就是这里，就这个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快快把旗杆给我来，来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来，快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抓稳了啊！是你们阁老族的民歌。你听出来了？我喜欢广州。那来了广州就好好干吧。哎，你搞什么？车上这么多人，还带个大旗杆，有没有点公德素质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注意点，干嘛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给我，把旗给我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番禺。啥禺？番禺。番禺是啥禺啊？我只听说过团禺。李美心，你怎么没去说相声啊？还挺幽默的。番禺是个地名，叫番禺。慢点啊！